竹山小镇文创点滴，在五项选举期间，邀请各候选人在竹山镇灵德庙前广场录制《影爱竹山》影集。其实《影为爱竹山》这部影片是我们希望透过现在选举期间，可能是候选人他们最认真的一个态度，我们能够把它记录下来，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态度影响更多人。所以这个影片我们事实上是开始，不管说是不是候选人，一般的居民或者是小朋友，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响应像这样的活动。那我也希望这个影片呢能够在年底的时候记录完毕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记者许家珍、许正哲，竹山采访报道。